Encore un tout petit peu.那么呢，就是你的真实想法，就是不能表达吧？为了在这儿有一份比较好的物质生活，那么呢，但我就是宁愿付这方面的有风险的代价，我也不愿意付那种做一个说谎的人，对不起自己良心的这么一个人的。